沉浸式打包粉丝订购，先放入一把拉菲草，接着放入这位宝宝要的迷你汉堡包，是我手工制作的，你也可以看我之前的视频教程跟着自己做。这个粘土汉堡他一口气要了2粒，还问我有没有做迷你披萨，这个建议太棒了，我后面会出的，也欢迎电视机前的你给我建议哦，嘿嘿。下面是我随心赠送环节，先来一瓶气泡水，大瓶可口可乐，啤酒一瓶，一共3瓶，搭配汉堡包很可爱的哦。再来一些迷你水果切片，这些赠品都不是我手工做的，我是我做手工需要的小配件，哈哈，听了没？猪脸钥匙扣2条，差不多了，关上盒子，贴上贴纸，黑黑打包完成，下期再见喽。